先打个招呼可以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你叫什么名字？叫阿松，阿松，阿松，Hello，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已经问过的问题，我再问一下啊。那个这里的澳门的车子贵吗？车子贵车子吗？不贵，啊，车车子子不贵，贵，那个车位是很贵，对吧？对，车位贵，一般车位是多少钱？200万左右。200万，200万是韩币来算港一币，下，一些百千万十万平方，一些百千万十万，200万，200万，韩币一些百千万十万平方，一些，三亿，韩币三亿。이게 한국 돈으로 이게 3억이라는 거예요. 3억. 그 주차장. 주차장이 약 2억, 3억 그런데요. 就是아유. 200万左右，看地段。太贵了。没有200万的话，就买不了车子。那要租，要只能租。租。那车子才几十万呢，对不对？车就很还便是车宜，子然便后宜，就车位是就是太贵了。车位太贵。真的。好特别呀！还有租金，一个月的租金呢？2000多。2000多。한 달에 예를 들어서 한 달씩 이렇게 월세를 내는 거는 하나, 둘, 셋, 넷, 30만 원. 30만 원. 그리고 주차장을 사는 거는 이제 거의 3억. 那个买车位，然后可以再卖出去吗？可以，买了之后可以再卖出去，对，no problem，那对，就是。我300万买了，就是300万再卖出去，可以，还是我可以随便定这个价钱，价钱要看市场，看市场，对对啊，都有变动。对，对，我看这里的，房子也很贵啊，对，房子也很贵，一般房子这样的多少钱？600、700万吧，六七百万。两房都要600、700万。两房有两房的，就是600到700万。9억에서 한 11억 정도. 보통 방이 방두개 있는 방이. 那就是有两房，一个客厅，一个洗手间，这样的就是。刚才你说的那个价钱，对，哎呀，太贵了，